台中连胜恭观音佛祖祝寿大典，恭祝观音佛祖圣诞千秋，生日快乐。庆典，
吼，啊，咱佛祖呢也嘛会庇佑大家吼，啊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啦吼，啊，咱这天灾瘟疫吼，会使呢啊，即落退散啦吼，啊，天下太平，啊，大家拢会使平安喜乐，啊，欢迎大家呢啊来到咱莲圣宫吼，啊来即落参香，啊来祈祷吼。这次的祝寿大典呢，是终于圆满落幕了，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力量。虽然这次多少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，活动还是很顺利的给它举办下去，就是很感谢就是大家很相挺，然后参与这次的活动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啊，事事平安，事事顺利，谢谢大家。